欢迎您再次收看《麻辣下午茶》，我是吕佳一。舞蹈不仅可以塑造我们的完美身形，另外作为观众来讲，又是一场艺术飨宴。我们今天呢，特别为您请到的是一位艺术家、舞蹈家王新月老师。王老师您好，你好，依依你好。哇，在《麻辣下午茶》的节目当中看到老师，好开心。我也很开心，这里可以介绍我们的晚会。没有错，因为这一次呢，更加让人激动人心的是，接下来会有一场很精彩的晚会，对不对？是。这个叫做 Big。World Fun， 其实对，也是适合这个全家大小一起去观看的。对，主要是为小孩子准备的。12岁以下的孩子呢，都可以去看，是免费的。哦，太好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看这是什么的样的一场这个晚会呢？因为 Fort 它的剧场是以民族文化、支持民族文化为主，所以它是让观众在不用到外国去也可以享受异国风情。所以我们针对它的这个主题做了一台中国民族的文化的晚会，有古典舞啊、少数民族舞啊那一些，对，就是以中国文化为主的。有提到这个 Ford Theater， 就是在福特剧院，我们的洛杉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福特剧院。对，可能很多华人不是很清楚，但是这里面是非常有历史，而且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很漂亮。在这里面呢，其实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是一个很有文化，而且你进去会感觉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到这种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接下来呢还会有这么好看的演出。是，那这个演出大概是多长时间呢？我们做的是针对孩子的兴趣，所以是50分钟的演出。但其中有12个不同的节目，有各种各样民族的服装的和动物的和道具的，就比较针对孩子兴趣做的舞蹈。哦，好可爱，听起来。不过我知道您的这个学生来讲呢，其实是从小朋友到大人，通通都有。都有，都有。您的这个学生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对。那我现在在表演的时候，应该除了小朋友，还有成年人吧？有成年人。孩子呢做的，像我们古典舞的时候，小孩跳功夫啊、翻啊、打啊，不打。哦，真的。不，就是往开度啊一样那样的。然后大的那成熟的呢，就是漂亮的身韵啊，什么水袖啊什么的。然后再大一点，孩子功夫好呢，扇子啊什么方啊什么的出来，就像热闹，就是热闹，然后从热闹里面把文化给那些喜欢中国文化的孩子们。听起来好厉害。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这很多在洛杉矶的一些这年轻人或者年轻的家长们都希望让自己的小孩去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有些像外国人的家庭也希望他们自己的小孩可以学习到一点点中国的舞蹈，特别是民族舞。我们团里面也有一个美国孩子，从小小的6岁就跳中国舞，我到现在今年18岁了。哇，是跳得非常的好。所以舞蹈是没有这个界限的，没有国界的，喜欢的都可以来。所以这次我们的演出，我就希望在我们好像种一个种子一样，要是有的孩子，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孩子，任何一种族裔都行，看到我们的演出能够喜欢上这个文化，然后有一天他们会也参与我们，跟我们一起就好了。那我相信是一定会的，特别是看了您这个非常精彩的演出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爱上。那您刚才也跟我说，这整场的演出这晚会呢会有3段，对不对？分3个部分。都哪3个部分呢？我们第一部分是古典舞，古典舞就包括有水袖、有扇子和功夫、软开度，当然还有跳转翻什么都有加上去。从服饰啊和那个技术方面给他们给孩子一个介绍，然后这样的话中间断开来，第二段就到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把所有的舞蹈根据孩子的兴趣都掐到1分多到3分钟一个的舞蹈。然后有朝鲜族啊、有傣族，有西藏，就地区性的介绍，南方的、西北的、北方的那个少数民族的介绍。然后下一部分是我们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动物的身上，所以有蛇、孔雀啊、飞翔啊那样的，就我们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一些图腾的崇拜和一些希望，在有我们用中国人就是用赋比兴，比较比喻用别的东西来比喻自己的希望。最后一个，对对对，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用道具。道具我想还比较喜欢什么雨伞啊、手巾花啊、还有扇子啊之类的，鼓，朝鲜族的长鼓，这些都是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中国民族舞里面比较擅长的一部分，就是道具的舞蹈。然后整个晚会就结束了。哇，听起来好棒啊！我现在就已经很想给拍拍手了。那其实作为总监的您来说，因为整场这个晚会都由您一手操办的，我相信在里面一定
定遇到很多这个辛苦的地方，或者说可能现在都还没有准备好啊，或者现在还在排练 rehearsal 的时候，大家都还是一团乱呢、啊。但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哎、一切都到位了。对，是不是那是对对对，那是正常的。把一个完整的一个晚会放到舞台上的时候，很多的工作细小的，从一个小小的头卡子，到一双袜子的颜色，然后到一个衣服的扣子往哪扣，头发往哪分。都是每一个工作都要做到，加上这个 Ford 的这个剧场很漂亮，它有两个 layer， 有两层的，所以在我们演出的时候都是用一层的舞台演出，所以排练当中我要把两个舞台都用上的时候，就是要多一些演员的一些工作。那我的演员，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的，都是由于爱好来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更多的一些就是我们互动了更多的一些时间和工作，所以大家都很辛苦工作。我知道王老师是追求完美，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这个演出一定是非常完美的。老师是什么时候几点钟？7月12号早上10点钟开始演出。OK， 12岁以下是完全免费，完全免费，希望大家都能来。对，12岁以上是5块钱的门票，对不对？是，成人是5块钱门票。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视觉飨宴，好吧？是的。也非常谢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广告，马上回来。